北京时间8月19日，雅加达亚运会开启第一个比赛日，亚运会首枚金牌在今天产生，武术男子长拳金牌。武术作为中国的国际，咱们优势还是比较大的。中国武术项目大满贯选手孙培元主要对手是仁川亚运会卫冕冠军韩国选手李夏欣，以及东道主印尼选手萨雷尔。雅加达亚运会长拳项目一共有19人参赛，由于两人连续退赛，最终只有17人参加。孙培元第6位出场，获得 9.75 分，位列第一名。随后出场的仁川亚运会长拳冠军李夏欣出现失误，只得到 9.31 分。东道主印尼选手萨维尔发挥不错，获得 9.72 分。最终29岁的孙培元以 9.75 分夺冠，顺利拿到本届亚运会第一枚金牌。如今已经拿过全运会、亚运会、世锦赛冠军的他是名副其实的大满贯，在武术长拳项目中已经无可争议的拳王。中国在武术项目，尤其是长拳项目上，有着相当强的统治力。自从1990年亚运会将武术项目纳入亚运会开始，中国实现了长拳项目亚运会的6连冠，七届亚运会拿过6次冠军，优势可见一斑。随着孙培元的夺冠，中国在八届亚运会七次夺得长拳金牌。金牌唯一一次旁落是在2014年韩国仁川亚运会上，长拳金牌让韩国选手李和星夺走，原因是中国为了给东道主韩国面子，放弃了保名参加长拳项目，可以说是中国队将金牌让给了韩国。爆冷拿到金牌的李夏欣也因此免除了兵役。四年之前仁川亚运会放弃报名长拳的正是孙培元，但在仁川亚运会男子刀术棍术全能比赛中，孙培元以巨大的优势夺冠摘金。从6岁开始练武术的孙培元圆了亚运金牌梦。去年天津全运会，孙培元获得武术套路男子长拳、刀术、棍术全能冠军，实现了武术项目的大满贯。四年之前仁川亚运会，25岁的孙培元将长拳金牌让给了东道主韩国。四年之后的雅加达亚运会，29岁的孙培元对这枚金牌志在必得。决赛前他表示就是拿命去拼了，最终实力使然，他如愿以偿将雅加达亚运会第一枚金牌收入囊中，为中国代表团夺得第一枚金牌。